他坚决不找外貌控，只寻心灵伴侣。我对外貌控的男生很反感，因为我觉得他们华而不实。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他们应该是建立在心灵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交流。他强烈排斥娇娇女，只爱懂事姑娘。我希望对方是一个开朗阳光积极向上的那一种女孩子，性格温和一点，心胸开阔一点，不要太小心眼了。好，已经到了。为找真爱戴着面具来相亲，谁知约会现场意外重重，风波不断。我们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小朋友呢，还一直跟他这么亲近，你看一直在跟他玩。最终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凡人有喜之戴着面具来相亲，精彩节目即将为您播出。大家好，我叫乔卫彤，33岁，目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我的性格属于是比较开朗的那种，平时也喜欢一些运动，也喜欢和朋友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我希望对方是一个开朗阳光积极向上的那一种女孩子，性格温和一点，心胸开阔一点，不要太小心眼了。我是一个成熟稳重上进的男生，希望有缘的女嘉宾不要错过我哟。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燕，今年24岁，我的职业是一名会计，现在在鹅岭事务所上班。我对外貌控的男生很反感，因为我觉得他们华而不实。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他们应该是建立在心灵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交流。虽然我父母在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离了，这次为了我相亲嘛哈，参加凡人游戏，我妈妈专门从无锡赶过来，的确是很辛苦。虽然离了，但是妈妈她从小的时候都是还是对我很照顾，也很辛苦嘛哈。我自己也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报答她。我也同时我也希望，就是我自己另外一半，就是也能够同样的孝顺我父母。我希望这次通过凡人有喜的节目，认识一位有责任心、性格开朗，然后能给我安全感的男生。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准备好了吗？女嘉宾刘燕特别讨厌男生是个外貌控，她觉得这样的男生靠不住，还很可能是个花心的人，于是便提出双方要戴面具见面。很快我们编导便为她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男嘉宾。刘燕的母亲得知女儿要相亲，也从遥远的无锡赶了过来。本期的蒙面相亲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它可以增加嘉宾之间的神秘感。只是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女嘉宾，如果你认为不在乎外表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优点，那么我觉得可能你有悖了人性。因为男性总的来说绝大多数都会在意女性的外貌，你所期待的那一种完全不在乎外表的男性绝对是极少数，从这一点来说是违背人性的，我们何必挑战人性呢？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我是小红娘林欢，感谢香港就是福珠宝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首先呢，今天一开场啊，我先有请出今天的男嘉宾。你好，来，你好。你好。乔先生是吗？对啊。你好。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手上有一个面具，看到吗？就是两面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啊，就是特意强调了，她说她特别不喜欢外貌控，也就是说她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呢，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跟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沟通。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观点你是怎么看的？我也不是那种外貌控，我也属于是看两个人交流的怎么样。外貌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他的性格啊，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在一些素养啊那些。
也就是说你跟女嘉宾可能在这一点上是达成一致的是吗？嗯，对。好的，那么我手上这个面具呢，待会儿的用途就是你们在第一轮的沟通呢是互相先戴着面具的，然后先进行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沟通。可以，知道吗？然后如果你双方都觉得 OK 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才会把面具揭开，看到彼此的真面目。好，这个你同意是吗？好。好的，那么现在面具是有两面，你会选择哪一面？我都选择了个猪。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比较快。比较可爱是吗？好，那么待会儿呢，那你就会戴着这个面具跟我一块上去见见今天的女嘉宾。好。你会不会建议在大庭广众是要戴着面具，然后可能还有长达15到20分钟，会介意吗？不介意。不介意。今天做好了就是安安心心来跟女嘉宾见面的准备是吗？对的。好，那我们出发。那现在呢，我也是来到了女嘉宾的这个地点，来，有请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来，旁边这位是妈妈，一起来，过来。这是妈妈呀，我还以为是姐姐，太年轻了。我想问一下，刘妈妈哈，就是女儿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呢？她那边的，她的同事还是女生。那你希望你的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呢？有责任心的，有爱心的。就只有这两点？啊啊。对形象有要求吗？嗯，比她高一点的。这个高有要求啊。好的，那是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应你的要求呢，之前跟男嘉宾商量了一下，就是说见面的第一轮交流先是戴着面具，那么男嘉宾呢他也是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刚才呢我们的面具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蝴蝶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猪，一个小猪的一个形象的，我们男嘉宾也是非常贴心的把那个猪的形象自己选择了，然后把蝴蝶的这个留给了你。那么我们也照规矩，你也把我们的面具戴上好吗？好的。好的，那么现在女嘉宾的面具呢也是已经戴好了，那么究竟两个人在面具下面是否能够达成共识，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第一关的考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信心就是第一轮见面就能征服我们女嘉宾的心？我觉得那个还是要看两个人的缘分嘛。就在那个地方，女嘉宾跟她的妈妈已经在那等着你了。这样子，因为今天的考验呢是不考虑形象，所以说待会儿呢，我们悄悄地走过去，也不要让女嘉宾看到你的身高，好吗？好。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请女嘉宾先把眼睛闭上，因为我们今天是不考虑我们的形象跟我们的身高，也请妈妈把眼睛也闭上，好吗？来。好了，现在可以把眼睛睁开。男嘉宾算是戴着眼罩哈，就目前看觉得怎么样？蛮可以的。蛮可以的。感觉他外形条件和身高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像跟我那差不多嘛，还可以。你担心他会长得很丑？丑他不重要，只要对我女儿好就行了。这不要重要，对我女儿好。来，我们的女嘉宾呢？我觉得还行吧。还行是吗？即便戴着眼罩也觉得还行。万一把眼罩揭下来，形象让你失望呢？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注重外观的人。现在见到女嘉宾吗？我觉得给我的印象还比较好。印象还比较好。你说句实在话哈，你对她外貌现在还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担忧？其实我觉得那个面具虽然说戴了面具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外貌的大开轮廓那些，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点点的。女嘉宾的外貌最低限度到多少分你能够接受？啊，到多少分呢？60分吗？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长得还是可以的吧。
为什么这么感觉？第一印象吧，就是女人的直觉。赶紧进入到今天你们的第一轮的这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沟通。好的，那么现在啊，我的手上有两张纸，待会儿呢，你们就每个人都在纸上面写下最想问对方的五个问题，然后写完以后呢，再把纸交换过来进行一个回答 ，OK 吗？最想问对方的五个问题，听明白了吗？好的，交给你们。男女嘉宾究竟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呢？二位回答完毕了吗？回答完毕了。好的，那么现在呢，你们就先读出自己的答案，然后读完以后呢，待会儿对方要给彼此进行一个打分。好了，我们女嘉宾先来读。我首先自我介绍哈哈，我的名字叫刘燕，燕子的燕，今年刚满24岁。然后我的性格呢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女生，然后如果说相处久的呢，我也是一个比较那种自来熟的。然后我平时的兴趣爱好哈，运动方面的话，平时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但是不经常去。然后平时下了班啊，在屋头啊，都是喜欢去跟朋友逛下街啊，上下网之类的。然后工作情况嘛哈，目前是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是会计助理。家庭情况呢，目前家庭呢有4位成员，有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我妹妹她的话今年读大学了，然后再都是对方都是对男嘉宾的要求上哈，外观方面的话，我觉得只要长得可以，长得行就可以了。然后是希望他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性格比较开朗的男生，因为我性格比较文静嘛，就是想好之间可以互补一下。我们男嘉宾刚才也听完了女嘉宾的答案，那你对他的答案是否满意呢？还比较满意，因为他回答的一些基本上都回答得比较详细，而且我也都很清楚了。主要是符不符合你的要求？还好，还比较符合。还好是吧？有个问题，都是我觉得年龄相差大了之后，会不会两个人的很多观点呐、啊，或者是价值观呐、啊、那些，会不会不一样？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你来念出你的答案了。可以。我的姓名叫乔伟彤，33岁。目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营销中心上班。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一个比较开朗、比较阳光，然后善良的人嘛。以后是否在重庆发展，那个是肯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重庆人，而且我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那个地方。男嘉宾回答完了，好，现在到你来点评一下他的答案，他回答怎么样，又是否是符合你的标准呢？我觉得男嘉宾回答的呢，还是比较符合我心里面想的，觉得还是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看到我们乔先生是33岁，你是24岁，那也就是说年龄上会有一定的差距，我想问一下，你介意吗？这个方面我觉得不要超过10岁，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嘛，男生都要年纪大一点嘛哈，然后他才会就是成熟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来，现在我需要来问一下妈妈，就是刚才男嘉宾这些回答，你还满意吗？还可以，还可以。那男嘉宾年龄方面这个问题呢？刚刚我女儿也说了哈。不能超过10岁。好，那么现在呢，我需要问一下二位了，你们是否进行更深一步的一个沟通跟了解？
还是希望，因为毕竟呢，那个节目嘛哈，刚才提的几个问题呢，也只是表面的一个了解。我也觉得可以。你也觉得可以。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你们两个自己进行沟通的自由时间了。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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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刚才问的哈，我家庭情况下，我也想问哈，你家庭情况是？我们屋头都是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屋头人员比较简单嘛，都是我和我母亲两个。哦，那你目前比如说月薪是好多呀？我月薪大概5000左右嘛。那你现在的话就是和你父母还有你妹妹一起的吗？因为在我初中的时候嘛哈，我爸爸妈妈是离婚的，虽然说我是跟到爸爸的，但是我跟妈妈那边还是经常有联系。你谈过几次恋爱呀？我呀，我之前在那个节目上也说了，我一共有4段恋爱经历。那你们家现在的房子是在李家沱哪点呀？在李家沱马王坪，都是李家沱正街那边。好，然后之前那一套是在靠近融汇办到那一边。好像地方都有点远哈。反正都在李家沱那一个片区嘛。好了，在这个环节我们进一步的发现了蒙面相亲的好处，它可以让两个人更加的开诚布公，更加的坦诚地回答对方的问题。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男女嘉宾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特别是男嘉宾能够非常坦诚地回答女嘉宾关于房产，关于跟父母同住的一些问题，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我看二位也聊得差不多了吧刚才。好，那么就刚才你们彼此聊天的这个内容，我想说你们能给对方打个分吗？然后女嘉宾先来，如果满分是100分，你能够打多少分？可不可以先让男嘉宾先打个分吗？男士。好嘛。我觉得女嘉宾给我的印象还比较好，我给她打90分嘛。90分。90分，好高的成绩啊！女嘉宾看来已经是难掩内心的喜悦了。来，我们女嘉宾，你觉得您打多少分？我觉得男嘉宾条件那方面的我还是最可以，然后给他打95分吧。一个成绩比一个高。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需要问你们，是否愿意把面具摘下来，以真面目来面对彼此，再进行沟通？可以，男嘉宾是毫不犹豫回答说可以，女嘉宾呢？可以，也可以是吗？哎，通过刚才的接触嘛哈，我觉得男嘉宾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外貌控啊、外貌协会之类的。这点你放心了。哎，对的，对对对，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男生嘛哈，那点儿我还是多欣赏的。男女嘉宾终于要揭开面具了。可他们在以真面目对彼此时，态度会改变吗？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就要带你过去见我们的女嘉宾。但是呢，在这之前，我希望你还是能把眼睛闭着，让我们把悬念一直保持到最后。好，把眼睛闭上，我带着你走，来。啊，这里有个台阶，慢点，慢点，有个台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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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好，已经到了。听我口令，我喊1、2、3的时候呢，大家同时把面罩取下来，好吗？来，1、2、3。哎呀，终于把面罩取下来了，也见到真人了。来，女孩先说一下，怎么样，男生？我觉得男嘉宾还是可以的。可以。哎，你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想象的差不多。
好，因为刚才在采访的时候啊，你也给男嘉宾打了分的，然后如果说现在让你再打一次成绩，会跟刚才的是一样的吗？跟刚才是一样的。跟刚才是一样的。对对对。那身高方面呢，是你满意的吗？我之前妈妈有提到过说希望能够比你高一些些。身高应该跟我差不多吧，如果说我不穿高跟鞋的话应该还是要高一些些。来，我问一下你多高？我168。1.68米是吗？男生你多高？我176。1.76米还是差了有一些距离的，毕竟你穿的是高跟鞋。那身高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满意的吧。满意满意满意。好的，来，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女孩也把这个面罩摘下来了，然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还比较满意。还是比较满意。嗯。那打分呢？跟之前人是一样的吗？一样，也是一样。90分以上。还是90分以上。嗯。好。好了，那么现在呢，面具是已经揭开了，而彼此呢也对彼此进行了一个评价，是吧？算是正式的见面了哈。我觉得对方还双方还是来握个手嘛，今天第一次正式的认识，彼此握个手吧。好，我就要问你们了，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愿意跟彼此的进行沟通吗？愿不愿意？可以。可以。你呢？可以。也同意是吗？好，那么接下来是马拉修尔里我比阿布达亚。现在看到男嘉宾庐山真面目了，你印象怎么样？还是蛮喜欢的。觉得比想象要帅气很多吗？帅，也有他们，有蛮帅的，还是蛮喜欢的。一个令春风沉醉的夜晚，一个点亮爱与希望的声音，为我们的都市平等喝彩。重庆天地一哲福利影像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第一个呢，就是感恩啊，星星是穷人的钻石。最美的四月天。5年光阴，我们共同走过青春、热情、欢乐，只为您的幸福，我们在一起。本人有喜栏目5周年生日庆典，敬请关注。就是无意中看了一下手表，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的1点钟了。那经过一个上午的拍摄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比较累了，尤其是你看妈妈也是陪着女嘉宾来的。我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找一家餐馆带着他们去吃个午饭。可以，随便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嘛。女嘉宾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找一个环境稍微好一些的。我就是觉得呢，就是环境要好，然后呢也能够让你们彼此能够融入到环境当中进行一个沟通的，你觉得怎么样？好，那么接下来就看你的这个能力了，然后找餐馆的事情呢就交给你了。为了能好好款待女嘉宾和她的母亲，男嘉宾四处寻找着一个满意的餐馆。在一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可是对他应变能力的考验。哎，李兄弟，我想问一下，附近哪点有那种中午可以吃饭的地方？中午吃饭啊？哎，就往那边附近。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吧。有很多，有那个香芋哈。还有附近那个克拉的辣，都是中餐呢还是西餐呢？是中餐哈。啊，他可吃的那边尽头的嘛？啷？啊，我觉得走错地方了呀。
那个又绕回来了，我觉得。那边。要上扶梯哈，要上扶梯哈，好好好，谢谢。那边。啊，嗯，都说没事的。平时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因为我自己牙齿有点不舒服。牙齿不舒服哈。嗯。香煎豆腐。五个，可不可以？嗯，五个不要的。嗯。加什么？不定那个哈。啊，哪里看呢？嘉宾喜欢吃的吗？嗯，基本上是。你都问过李嘉宾。问哪里？问哪里？但是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还忘了问李嘉宾的妈妈。哦，对对对对。看来你确实是一个挺大度的人哈。我想问一下阿姨，这个菜点的你觉得还满意吗？还是满意是吧？那这顿饭吃得开心吗？还是很开心，因为我看男嘉宾一直都是在给二位就是夹菜，还是很温馨的。其实还是多细心的，然后他每次给我夹一次，给我妈夹一次，都是多上心的，多细心的。其实我看得出来，男嘉宾是一个还是很大方然后很热情这么一个人，因为今天中午呢除了请男女嘉宾跟他妈妈吃饭之外，是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一并的叫上了，你看满满的一桌菜，非常的丰盛。男嘉宾，我也期待你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旁边有个小朋友啊，一直在逗着你玩。这小孩跟他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突然间我们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小朋友呢？还一直跟他这么亲近，你看，一直在跟他玩。他是你的谁？男嘉宾身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宝贝究竟是谁？他和男嘉宾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真相就是他是我们编导的儿子。今天能够有缘的认识李嘉宾，然后那亮亮又远道而来，我们大家一起举个杯庆祝一下嘛！祝亮亮身体健康。好，谢谢编导哈，谢谢妈妈帮忙。经历过一些小小的风波后，午餐在和谐欢快的氛围中进行着。可世事难料，午餐结束后，女嘉宾和她的母亲却突然提出不想再与男嘉宾接触下去了。是发生什么情况吗？我看到就是你们两个怎么都没有过去呢？刚刚那个男嘉宾他就点餐的时候好像就没问过。哦，是刚才发生一些情况，是不是？就是该点餐的时候，他马上又离开，都一直帮我妈冷落到吃的。我还一点不热情的，我讲你，他干嘛在这儿？他在这儿走的啊？又在这儿拽冰淇淋，也不给我们。你说他怎么不热情？好像吃完饭他就自己走了吗？嗯，他一个人坐那边去了吗？跟他的那些嘉宾。哦，
他就说，他就说他现在就是也没有吃完饭，也没有说再招呼他们两个，他就跟他朋友就直接坐过去了，感觉就是不是有点饭前饭后判若两人的感觉，嗯，是有点这样子吗？有点。那么男嘉宾为什么独自坐到了朋友那里，置女嘉宾和他母亲于不顾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解释吧。我们女嘉宾呢有点不太高兴，原因是因为第一点，刚才就是你吃饭点菜的时候好像一直都是在问女嘉宾吃什么，好像没有全程没有问过她妈妈要吃什么。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刚才吃完饭了以后，包括到现在嘛哈，然后你就一直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然后他们两母女是一直在那一边，然后你也没有过去招呼他们，他们会觉得好像有点饭前饭后判若两人啊。我想听一下你的解释，就第一点，刚才吃饭时候为什么没有问一下妈妈要点什么菜？因为我当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女嘉宾那的了，可能确实有点儿忽略了她母亲，但是呢那个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只是说太专注了嘛，可能是。第二点呢，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种的录节目呀，或者是说那个多人在，可能还不太习惯。我认为男嘉宾的解释是非常合理的。首先说，这是一个相亲节目，我们男嘉宾是在摄像机的面前表现出了一个男生应有的绅士风度，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紧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许忽略了女嘉宾母亲的一些感受，所以他之后的解释我认为是可信的。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女嘉宾其实，如果你希望男嘉宾能够重视你的母亲，那么最好你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视自己母亲的姿态，比如说询问母亲妈妈你要不要吃一点什么，你需要喝一点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提醒男嘉宾，我母亲的需求你应该关注一下。那如果说今天不是录节目的情况下呢，那你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是还会这样不好意思吗？肯定都不会了的。肯定就不会了。嗯。OK， 那我也希望你说就是你真实的一个情况哈。嗯。好，现在呢，我有个想法了，就是你肯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去弥补你刚才这个小小的失误，不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毕竟他们两个会有不高兴在。我有个提议吧，因为安姨呢明天一大早就要回无锡去了，你也知道她是为了这一次你们两个的见面特意从无锡来到重庆的哈。然后呢我就想说，你要不要在周边找一个什么纪念品店，或者是买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安姨？可以啊。可以吗？嗯，可以啊。来走，我们快去。当时看那个应该就买了，因为上面都有价格的。问一下这个咨询台吧。哎，那些东西都可以卖噻哈，就是暂时的那些。对。暂时没人。没得人呐。你们花哪些？我们啊。你都选一下噻，你花哪个？这个。哎，你选一个，我给拿瓶。我给拿瓶白的嘛，好不好？可以。对的。果然他还是懂情的。我脑壳都充了。重庆 KS 这个可以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吧，这个又可以便于携带。是这样子的，我要先做个解释。我们男嘉宾呢，因为刚才我有把你们的一个心里面一个心情，然后有跟我男嘉宾讲，男嘉宾呢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他因为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这个见面这个机会，所以呢，他就决定刚才自己去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阿姨，因为阿姨明天不是要走了吗？是一个保温杯。哦。很乖呀。怎么样，阿姨？哎，蛮好，有吗？喜欢。今天呢，气温比较高，而且太阳也很大，所以说再给你们买了点水。哇！你知道刚才就是去买水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
会不会只给你们两个买水，不给我们买水？因为我们也好辛苦。但是他居然就很主动，就是在说，哎，我们一共几个人，然后就全部买了的。然后小朋友他也是考虑到了，所以说说明男嘉宾是一个很细心的这么一个男生。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对我们男嘉宾刚才这个表现、这个举动，还满意吗？还是很满意、很感动的。因为他刚才也有给我做了解释，说为什么刚才点餐的时候忽略了阿姨，是因为他太过于专注了，因为他所有的心思全在你的身上。我想这样子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吧。然后阿姨你呢？嗯，那个还是蛮好，我也晓得说啥子。阿姨现在还是蛮感动似的啊。感动就没有别的语言。哎，对对，好的好。阿姨可能不太善于表达。哎，对对，嗯，好。一个装满了歉意的保温杯，温暖了女嘉宾和她母亲的心，彼此的误会也立即烟消云散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好，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呢，有一个舞台，十分钟之后，不管你们是否选择了对方，你们都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拿一张纸写下今天你的感受，是选择或是不选择。然后呢，不选择理由是什么，选择理由又是什么，都需要你们把它写出来。这点明白了吗？好的，十分钟之后呢，在舞台上面要念出你们的内容，然后念给彼此听。你瘦得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在的。好，那么这男女双方都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究竟他们是会选择对方呢，还是觉得要放弃对方？我们先来听一下男嘉宾今天写的什么东西，来，你读出来。嗯，好。我觉得女嘉宾的性格很好，很温和，而且真诚善良。希望女嘉宾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大家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大家再做进一步的接触。那你的意思是牵手吗？还是？对，我选择牵手。选择牵手成功是吗？对。好的，那么接下来到我们女嘉宾了，究竟女嘉宾会念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对那个男嘉宾印象还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刚才的小插曲嘛，我觉得那个男方还是一个多贴心，然后多有孝顺心的一个男生，然后希望那次可以通过凡人游戏那个节目和男嘉宾牵手成功。好的，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牵手成功是吗？哎，是的。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好了，本期节目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我们的男女嘉宾终于牵手成功。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下，我们的男嘉宾在这期节目当中真的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绅士风度，在最后送给女嘉宾母亲的礼物上，我觉得他表现出了一个33岁的男人应有的成熟的思考。首先这个礼物它价格并不贵重，但是非常的贴心。那么最后呢，我希望能够祝福这一对有情人，他们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我相信在他们各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感受过单身家庭的一些不易。那么最后我希望这一对情侣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缘分。还是那句老话，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感谢香港周氏福珠宝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要走开，还有精彩的征婚秀等着您。
爱情方争取，我爱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的征婚秀，我是小红娘冰甜。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女朋友们有福利了哈！当你们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6861-5868，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并且啊，很有可能在2015年结束你们的单身生活哦。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领略一下今天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徐涛，今年24岁，身高1.76米，我现在在一家 IT 公司做一名网络工程师。我是一个典型的工科男，就是说性格的话特别的随和开朗，而且对于女朋友方面，我自认为我是做得特别好的。因为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应该都说是一名暖男啊。而且我在生活当中一般都基本上没有生过气。我特别喜欢跑步，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我会跑步，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跑步。跑步也是我日常生活中发泄我的压力的一部分。我就喜欢像阿甘一样不停地跑，不停地跑。我曾经耍过2个女朋友，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对他们都特别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子，最后都是被个摔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是因为啥子，因为我觉得在平常生活当中，我对他们都算特别好。比如他们生病了，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他们身边，给他们买药，去照顾他。无微不至，但是他们最后啷个走了的，我也不清楚。只是这个事情，直到现在我也很迷惑。我觉得难道说是因为我对他们太好了，把他们吓跑了吗？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好的人。对于我的择偶标准，我都喜欢那种有一头长发而且面容较好的那一类，而且必须要有孝顺心。但对于脾气方面的话，不管他是暴躁还是有公主病之类的，反正都是各种类型，我感觉我自己都能 hold 得住，因为我感觉包容性比较强嘛自己啊。但是就是对于外形有一定的要求。大家好，我叫付闯，来自重庆长寿，今年35岁，未婚。我毕业于四川大学，毕业之后是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当大学老师。后来呢，我感觉重庆发展更好，所以回到重庆。我现在呢，大概收入的话，基本上7000多到8000吧。然后呢，房子买在江北。之所以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呢，其实一个方面哈，因为之前呢也是耍了2-3个女朋友，但是呢，可能以前是因为一个当时还没买房子，经济上的原因吧。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可能经济上好一些了，房子也买了，但是呢，人呢也要需要遇到合适的。因为我这个人呢，兴趣爱好比较喜欢的是，一个是喜欢看书，一个是喜欢爬山。因为我觉得人生可能只有2个事情不会错，一个是学习，一个是运动。虽然我要求并不高，不要太漂亮。就太漂亮了，我觉得可能有点 hold 不住，也不用太丑。其实，但我相信一般上电视的人可能也不会太丑。二呢，我希望这个家庭比较民主一点，比较和谐一点，不至于是太过于争吵，或者是属于一人独大。我觉得呢，实际上很多事情大家都应该互相商量去办，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得啥子是绝对的，必须要怎么样的。第三呢，可能我比较在意一个学历文化上的哈，而且重点不是学历，学历高低并不重要，而是你对于知识是不是一种渴求，把你所学到的知识能够利用起来，能产生价值。这个价值也不一定说非要是钱，我觉得成功的标准不是说非要用钱来衡量，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功利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哈。所以但是我建议学历最好是本科以上。第四呢，我可能不太还是蛮在意结婚过的。我希望你也是未婚的，因为我都那么坚持，为什么大家都坚持一下嘛，对不对？可能另外一个消费观，我的观点反正蛮特别的，因为我本身是农村娃儿出来的。如果说，比方说你比较倾向于说，哎呀那种月光族，甚至啃老族，
或者说你就是完全经济上不够独立，你不能够独立，你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生活，对将来没有任何规划的话，可能我们两个可能也不是很适合。好，再加一条哈，对职业方面哈，你要说我希望呢不要从事那个销售行业的，你说我也做过销售，做销售的让我一句谎话都不说，我办不到。啊，大家如果觉得合适，你觉得我这个人，哎，跟你的观念、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还蛮符合的，我们都可以好好交流一下，对不对？还是那四个字，非诚勿扰。不知道冰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明星嘉宾是否有你心仪的那个他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和我们取得联系哦。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861-5868。同样，如果您是单身的人士的话，如果想早一点结束单身生活，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还是那句话，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凡人有喜，我们等您。他斯文腼腆，但为何不太自信？啊，其实对我，曾经对我打击还是蛮大的。然后，最近一两年没。他美丽大方，又为何悄然离去？所以刚刚我问完他以后，他已经走了。是什么让他如此焦急？要不我们别走了嘛？还是不好吧？他又是否已然不再犹豫？能否等到他的出现？我说孩子来了，都跟了那么久了，等到过多小时，再等一下，他妈再不来都算了。凡人有喜之放下自卑来相亲，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5都市频道，幸福着在一起。